即系我喺呢个修正案第七三百七十三、374嘅两项嘅宣传工作嘅嘢咁样嗱，其实咧你去宣传乜嘢都冇用嘅，即系话政府，即系政府新闻处当然系代表。政府咧去出席好多呢個世界各地嘅有關呢個新聞自由啊嗰啲咁嘅會議，咁佢嘅綱領一咧就係、是、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咁樣，即係呢個政府新聞處答呢個管制人員答我哋咧綱領一就係咁樣樣嘅，OK？咁咧就香港以外嘅公共關係啦。今年咧，其實就唔係加咗好多嘅，喺由舊年到而家咧，係加多咗1.2%。咁但係咧，就比呢個2013年至2014年咧，就減咗3.8%。咁你就覺得喂，咁你如果你同前年比，好似即係都減咗咯，咁你仲減我嚟做咩咧？咁樣嗱，其實如果你出去講嘢，即係譬如講你代表香港去呢、這個。世界各地咁样讲就系话啊，讲新闻嘅问题咁样样。第一样嘢就系、是、人哋讲，梗系讲新闻系咩咧？Free press 新闻自由。嗱，主席，我唔知道政府新闻处有乜能力去扭转一个非常之值得注意嘅趋势。嗱，呢个趋势系乜嘢咧？就系、是、无论从任何嘅角度去量度。我舉一個例，只舉一例，就係、是、無國界記者呢一個即係非常之有公信力嘅組織。咁咧，佢就喺今年咧就公布咗個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咁香港咧就由去年嘅58位咧下滑到61位，比起2002年。首次排名嘅18位咧，梗係狂射啦！咁當然，呢、這個新聞處、政府新聞處嘅排名咧，就唔可以就入。而家我哋唔可以追翻2001年嘅、02年嘅，係咪？即係佢排到18位，咁而家跌咗61位，我哋唔可以話咁多年嘅跌幅就搞，即係歸罪於呢一次嘅呢一個今年嘅呢個新誒呢、這個新聞處嘅 budget，即係話咧，你走去。同人哋交流嘅時候講乜嘢嘢？嗱，個問題就在於咩咧？就係、是、仲有一個問題咧，就由另一個量度啦，就係、是、新聞自由嘅滿意程度咧，就由74.6% 跌到去年嘅27.1%。嗱，呢個就重要啦，即係話兩把尺去量度嗱。咁我嘅講法係點咧？就係話你再俾多錢佢都冇用噶，係咪？呢一個死咗個豬唔怕燙水淥啊嘛，嗰啲瓜咗噶啦。咁你再俾錢佢出去同人哋交流話喂，我係有香港嘅新聞都唔錯噶，係冇意思噶嘛。所以就為咗慳錢起見嗱，你主席你唔好誤會個邏輯係有啲。我就迂迴嘅，我唔明白你所讲香港嘅新闻自由同政府新闻处有啲咩关系？唔系你唔明啊？政府新闻处就出去同人哋开会讲嘢，就介绍我哋香港政府嘅新闻，即系关于新闻嘅嘢嘅，同人对外交流，即系纲领一就同人哋交流嘅，你明唔明啊？交流唔系净系讲香港嘅新闻嘅噃，咁讲咩咧？梗系讲所有嘅新闻啦，大佬，最少好大部分，即系我意思就系话。你冇理由藥石無靈繼續買藥咁啊！即係嗰末期癌症嗰張我就 cut 咗佢嘅，你明唔明啊？呢、這個咁你有乜理由先？即係死咗個豬揾燙水落啫，冇可能嘅嘢。即係你我明白你諗嘢係快過我，但係我諗嘢咧就笨妥過你。我認為你講係同呢個議題無關。我認為你講香港新聞自由喺國際嘅評級，唔係講嘅呢一個政府新聞處。嘅經費咧係冇關的，有啊，咪 cut 咗佢咯，因為佢講嚟講去都冇得講啦嘛。唔係你明唔明啊？政府新聞處嘅經費嗰度係一個對外交流綱領一嗰度啊，唔係全部啊。
我 cut 佢嗰度啫，即係話你搭飛機啊、搭火船啊出去講，喂，我係政府新聞處，人就話阿哥，喂，你唔好意思喎、啊，你嗰、那個無掛界記者話你由2002年到2014年咧12年，你跌咗好多位、啊，或者係由舊年你58跌到61，跟住再人哋引你嗰、那個即係呢個新聞自由嘅排名低、啊。咁而港人對新聞自由嘅程度咧又大跌喎、哦，咁你老實講，主席好簡單，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你真係唔明嗱，好簡單。但係我而家咧嗱，梁國雄議員，我而家睇緊嘅咧，你講嘅宣傳咧係咩咧？你睇落去呢個簡介第四嗰度咁講嘅，政府新聞處宣傳工作旨在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以及國際企業。打入中國內地市場和內地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的雙向平台，宣傳重點在香港作為主要商業和金融服務樞紐的角色，冇講話係要宣傳呢個香港嘅新聞自由喎。唔係啊，嗱，簡介嗱宗旨啊嘛，二宗旨。是在國際間推廣香港的良好形象，主席宗旨啊，喂，綱目要分清楚啊！嗱，好簡單，你話叫一個係政府新聞處去推廣香港嘅喺國際嘅良好形象，有乜辦法唔係講新聞自由呢？你係用緊錢去搞嗰樣嘢啊嘛，所以我嘅講法就係話，不如唔好去啦。你就算嗱，主席，我明白你講咩嘅。咁你跟住推介嘅項目一路咁樣講嘅，你都冇效力噶嘛，人哋睇小你啊嘛，係冇意思嘅。你自己管，即係呢個新聞自由都搞唔掂嘅時候，你仲講咩啫？不如少啲去講嘢啦，就做綱領二嘅嘢啦，就慳翻啲錢。就主席呢、這個曾俊華就係應使則使，應慳則慳啊。咁而家我叫佢慳錢，你可能你可有唔同嘅意見，你啱嘅，即係你聽完之後喂。阿劉皇發咁聽我成日都唔知我講乜，今次聽得明啦，就話喂，其實阿毛又有道理喎，阿毛咁還掂都即係死咗個豬揾燙水綠都冇，我慳翻啲錢做綱領二啊嘛，慳錢啊嘛，佢有好多嘢噶嘛。嗱，綱領二咧就唔同啦，綱領二咧就係講第二樣嘢，就本港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啦，係咪？嗱，呢一個咧。就是跟我的分目那個374都有關係了。如果你說講這個綱領二本地的公共關係和公眾資訊呢，就要花下錢的，是不是？綱領二就是這個東西了，是不是？咁我就講啦，而家綱領二就係咧安排傳媒採訪活動，例如記者會、簡報會訪問、發放新聞稿啊，安排政府官員出席電台直播節目的公共事務節目啊，在政府網頁直播記者會，叭叭叭叭叭叭叭處理傳媒及公眾資訊。嗱，做下呢啲嘢好過啦，係咪？你慳翻啲錢嚟，咁我就算 cut 你，我都 cut 得即係順啲。嗱，其實佢哋自己喺個管制人員嗰度講咧，佢就叫我哋注意一樣嘢嘅，就係2014至2015年咧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嗱，主席喺個你，我知你有嗰份嘢喺個總目74政府新聞處587頁，2014年需要特別注意嘅事項嗰度就有講噶啦。咁跟住咧，綱領二喺就係話咧，宗旨係籌劃公共關係策略及計劃，在本地宣傳政府各項政策，並向公眾傳達政府政策計劃決定活動。叭叭叭叭叭。OK， 嗱，我舉一個例，嗱，適得其反嘅例，即係我而家唔係話佢係咪有冇做嘅，而係做得唔好。嗱，舉一個例，喺2014年咧，有個叫家事香港。主題曲《同舟之情》，咁啊作詞人咧叫陳詠謙咧，就係話《同舟之情》嘅歌詞咧，
是陳遭彈稿，改為較不悲傷消極的版本出版咁樣。嗱，固然一個政府洗錢，係話喂，我叫你做乜你咪做乜咯。嗱，你要明白，當你一個政府新聞處走去干涉創作自由嘅時候，當然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未必係相關嘅。你已經係負宣傳啦，係咪啊？所以我覺得你洗啲錢係唔得嘅。嗱，嗰間啦，我讀出嚟嗰段嘢，有咩嘢呢個得著咧？係嘛？你講到俾人話和諧，嗱，其實呢一樣嘢咧，我點解係呢一個要去大張旗鼓咁講咧？就係話其實家事香港係咩呢？就係特首，嗱，聽住啊，主席，佢係特首呢，因為家事香港你都有收過一本書㗎。阿王維基呢就引讀過一段，就笑到大家碌地㗎啦。嗱，其實佢係乜嘢呢？就係公器私用。香港同呢個梁振英家事香港有乜關係呢？而由於用家事香港去要人哋六哥六同舟之情，仲要人哋嗰個作者一個收你錢嘅作者嗰個真實嘅感受，即係佢覺得家事香港係比較哀傷啲。老實講，哀傷啫喎。咁你要去干涉人哋嘅創作自由，你話有乜意思呢？係咪？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好啦。到呢個家事香港搞出咗事之後咧，又有一個新遊啦，就叫做祝福香港，係咪？祝福香港咧就喺今年嘅年初七人日正式啟動，係主要係呢、這個扶貧互助嘅。嗱，而家咧又有一樣嘢咯，就係、是、原本係由政府新聞處負責嘅，就係、是、因為同舟之情。呢一單嘢咧，就令到咧原本由政府新聞處負責嘅咧，就改為政府與民間合作。主席，好簡單，我哋嘥嘅錢太多啦。原本係作一首歌搞出咗事，作首歌搞咗事之後，又令到原本已經買咗呢個時間嘅祝福香港，由呢個政務司司長去領導舉辦的大型活動，又要改為又不是政府新聞處去負責，由政府與民間合作。你想想有多少個折騰呢？我們花了錢白花，所以只是說綱領一、綱領二我都要cut咗佢嘅，就咁簡單。綱領三、綱領四、綱領五呢就隨後講， cut 得合情合理的。我覺得各位法叔是不是應該不給錢他啊？是啦嘛，是不是你都說是了。